其實我是小學已經開始陪伴，小的時候呢要跳芭蕾舞啦，曾經試過呢、戴著副眼鏡，但是有些鬆，跟住轉圈的時候整副飛了出來。那時候我的跳舞老師都說了，其實呢你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可以陪伴了，十一歲咯，大了十幾年。Hello， 我是阿卡趙慧珊。平時戴框真的不方便，因為、我們做事拍攝的時候呢通常都是長時間的，可能三日的通宵拍攝，我中間一定要拿曬、消毒、手啦、抗藥水啦、抗 case 啦，去除同埋戴，除同埋戴咁樣。就算有時候你滴眼藥水，但係因為你嗰個可能係氧氣或者空氣嗰個透氣度唔夠咧，隻眼嗰個壓力會好辛苦。享受畫畫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在自己的世界做一些事情，是不需要理人的。很多時候都是聽一些可能比較靈異的、可能鬼故啊，或者是一些即可能聽外星人啊。我一定不會戴框畫畫的，因為呢我畫的畫很精細，你戴框呢你不想眨眼的嘛，但是你一乾呢你就要不斷眨眼，那你就 hold 不到條線直咯。但是如果你戴眼鏡啦，我副眼鏡你得啤頭咧，永遠都會慢慢點都會垂落嚟嘅。咁同埋我嚟緊都要接啲劇，要即係都好長時間嘅拍攝。個身體唔攰嘅，純粹係因為我戴住 con， 令到我影響到我拍攝，其實係好唔值得嘅一樣嘢。咁我就覺得嗯，咁我一定要立定決心做咗佢啦。緊張啊，希望一切順利啦。其實呢我本身是很緊張的，但是有一個有些漂亮的姐姐陪著妹妹，我一早告訴你、這個步驟是怎樣，那我就完全是不需要害怕。入到去呢很簡單，就是瞓低，然後呢就有些麻藥滴在隻眼上，是比我想象中快很多，嘟嘟嘟嘟嘟，咦搞定了這樣。跟住我 expect 可能是會痛的，但是是完全不痛，幾乎是連感覺都沒有咯。很開心啦，現在因為我做了現在大概個幾禮拜左右，但我的視力已經是九成半了。我本身隻眼是屬於乾的，我做了之後又不是大家這樣說很乾，所以我覺得很感恩。我都做了微笑矯視了，你都快點預約了。